近年来，金雪炫一直都是韩国广告界的宠儿。金雪炫以自己高挑的身材、清纯的面孔而受到无数网友的喜爱。近日，有韩网友晒出金雪炫和粉丝的对话，该网友透露，粉丝对金雪炫称：“姐姐和我结婚吧。”或金雪炫回复道：“改了法律就结吧。”该对话一出，引起网友们的纷纷热议，不少表示：“姐姐太 slay， 马上去青瓦台请愿。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